中国贵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仙境市的万峰林。前往万峰林，途经一座美丽的山谷，当地人称为天坑，天坑在地理学称为洼地，周边山丘环绕，洼地可积水成湖。这座天坑名称阳平天坑，房屋依山而建，很清楚地见到这阳平天坑，周边峰林围绕，凹陷形成一小盆地，非常美丽典型的石灰岩地貌洼地。盆底小坝子为耕地，农人正在焚草施肥，公路盘山而上，来到闻名遐迩的万峰林观景步道入口及附近的广场，广场的商品专卖店及环保车。万峰林位于贵州兴义，面积2000方公里，坐上环保车进入观赏万峰林的山上步道，由兴义东南部有成千上万座奇峰组成的万峰林。徐霞客说，磅礴数千里，为西南行胜，山势如排列帆船，约一帆风顺。奇美的山峦，碧绿金黄的田野，弯曲的河流，古朴的村寨，葱郁的树林均融为一体，构成大自然最佳的生态环境，形成天底下罕见的峰林锦绣田园景观。群山如海，峰林画廊，这些石灰岩所形成的峰林，依其形态可分为五大类：列阵峰林、宝剑峰林、群龙峰林、罗汉峰林、垒帽峰林，组成雄奇浩瀚的熔岩景观。在数不清的石灰岩峰林下，各大小洼地盆地互相连串，盆地村庄人家，金黄绿的田野，构成世界少见的奇观美景。山峰如海，沃野千里的万峰林，人称此岩为将军岩，体小，但位群峰之前的引领。八卦神州指的是田野中呈圆形状的耕地，此圆形耕地本是石灰岩，被水溶蚀成漏斗状的洼地，中间有一消水洞，地底下伏流四通八达，
旱季时从洞中吸水灌田。雨季时水流入洞中。当地人民沿漏斗地形劈梯田，自然形成圆形的耕地，远看壮似八卦，不同季节神州八卦的景观。晨光中的万峰林，为整修前的万峰林民居。罗汉峰林。眼前万峰岭全景，180度视野。我思云，山峦起伏顺风舟，田园陡梯金黄根。白墙黑瓦布衣居，惊叹仙游人间境。谁知镜中住何仙，桃源寺外深翠峦。观赏万峰林的环保车道，远处是列阵峰林。为保护环境，目前不许游客步行，只能乘环保车定点欣赏美丽江山。石灰岩地表河流与地下浮流呈互补作用，使此区成为贵州重要的粮作产区。横看
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这是万峰岭地区的古街，万峰岭那辉布衣寨，是布衣族的村寨。寨口是布衣族商品街，古老的文字已失传，工艺品地系木雕面具，今日非假期游客较少，这些房屋均已翻修，屋瓦好像是旧的，街道整齐干净，村民说这棵古树是镇乡之宝。他们都是布衣族，谢谢观赏。